穿着清凉的女子露出美背，低着头快步往前走，羞于见人，因为她是网络直播赌场的女荷官。赌场大概是依据 LINE 去加入群组，我们初步去查证，群组内大概有100多人我是参加会员，那后续我们会逐一来做一个清查。业者透过 LINE 过滤赌客身份，经营赌博网站超级牛娱乐城，用 LINE 直播下注，为了吸引赌客，更请来20多岁年轻貌美的直播主当荷官，真人线上发牌，专门赌百家乐跟妞妞。为了躲避查缉，直播机房藏身民宅内，警方经过多次搜证，29号晚间破门而入，当场人赃俱获。那当场我发现有苏姓女荷官正在屋内的玻璃房进行直播有关妞妞赌局的派发牌。警方更查扣赌场内电脑、手机、直播摄影机以及扑克牌、骰子等赌具，并将赌场内5男2女通通带回警局，讯后依赌博罪将7人送办，并继续追查其他据点以及幕后组织。记者许志明台北报道。